本项目用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星湖路1333号，三面紧邻城市道路，交通条件便利，地理环境优越，总用地面积8.24万平米，规划总床位为2500张，一期建筑位于用地东南侧，床位数1000床已投入使用。二期用地位于一期的西北侧，紧邻泄洪渠，总建筑面积39.9万平米，床位数1500床。二期用地呈梯形，基地内现存多项低矮建构住屋及规划市政道路、国宝路、地铁疏散口等。设计策略，在不影响一期使用的前提下，通过永久迁建或临时周转的方式，充分整合用地内零散低矮建构住屋，同时将国宝路设置在一二期之间的一期地下室范围内，最大可能的为二期建设提供连续的净地。对复杂功能进行梳理，整合教学、科研及宿舍、人才公寓等非医疗用房，充分利用建筑限高，减少建筑占地，按楼层竖向组织不同功能区，保证宿舍和人才公寓在高密度建设条件下拥有良好日照条件，将医疗用房中的病房部分设置为100米，减少占地面积，为门急诊、医技等人流量大的功能留出建设空间。门急诊、医技尽可能水平布局，引入源远而生、闻香而至的设计理念，在设计中采用岭南园林及庭院的尺度和手法生成建筑，创造自然和谐的人性化体验空间。总体医疗功能布局中，以一期东西向医疗主街向西发展，在二期建筑中形成 L 型单侧医疗主街，既可充分利用用地的两个方向展开功能布局，又能保证一期与二期各功能区的联系最为短捷，同时便于形成更为开放通透的交通景观空间。总平面设计，总体布局上充分考虑一期的实际情况，以少量的拆改为原则，大综合、大专科理念为指导，采取以器官和疾病为中心的模块化布局方式，将一二期医疗布局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形成高效便捷的医疗综合体。二期门急诊部分靠近用地东北侧，紧邻一期门诊区，结合原有出入口与一期围合，形成门急诊入口广场，沿星湖路展开，快速疏解就诊人流，通过首层架空沿街形成亲人的建筑尺度和流动的景观空间。沿国宝路设置急救绿色通道及感染出入口，利用二期的首层架空空间作为大规模医疗事故或发生感染时的紧急救援场地，可独立封闭管理，屋顶设有直升机停机坪，通过专用电梯直达急救。二期病房区设置在用地西南侧，结合一期原有住院出入口，沿海秀路形成住院入口广场，依托一期病房向西侧展开，形成连续的城市形象。住院患者面向南侧海湾，视野开阔，采光充足。一级区位于门急诊与病房之间，与一期联系紧密，资源共享，形成门急诊、医技、住院便捷高效的医疗组织模式。教学科研公寓区布置在用地西北侧，竖向分区，公寓位于顶部，获取良好日照。用地东侧为现状一期后勤行政办公区。污水处理站结合城市风向设置在医院西南部地下，液氧站设置于一期住院楼的东南侧。二期建筑中形成 L 型单侧医疗主街，与一期医疗主街紧密相连，利用地下通道有机联系，资源、能源共享互补，避免重复建设，节省投资和运营成本。用地四周预留室外管网空间。
总体布局分区明确，一二期结合紧密，建筑及景观错落有致，总体造型逐级升高，丰富了城市天际线，与医疗功能完美结合，展现出现代化医院的先进设计理念。交通流线组织，出入口除博宝路开设的急救绿色通道，感染车型出入口及设置于北侧的地下公交场站出入口外，全院区共设七个出入口，其中北侧和南侧各设三个，东侧增设一个。流线组织，全院区统筹考虑，充分利用地下交通空间，采用人在地上走，车在地下行的先进交通组织理念。医疗区均采用又进又出单向组织的交通方式，提升效率。私家车主要停放于地下，各地下车库出入口均紧邻各院区出入口，就近进出地下车库。不同医疗功能区均在地下一层设置专用车型入口大厅及停靠港湾，方便不同需求的患者临时落客停靠，通过扶梯及无障碍电梯进入各自诊区，方便病重和行动不便的患者安全快速就医。结合城市道路设置出租车临时停靠站，或利用地下一层临时落客区落客后离开院区。急救车通过地面绿色通道直达急救区并就近停靠，体检大巴车停靠于地面停车区。院区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满足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货车通过后勤货物出入口进入地下一层专用货运通道，将院区各主要结物、污物、尸体等进行统一运送，最终形成人车分流、医患分流、结污分流、患患分流，便捷高效、安全可靠的院区交通组织环境。景观空间设计，院区景观通过首层架空，将门急诊入口广场与住院入口广场连为一体，形成开放通透的岭南园林景观空间。通过垂直庭院、医疗主街及各共享空间的中庭、下沉庭院等进行串联，与群房屋面花园融为一体，并通过立面垂直绿化进行延伸，形成多层次连续的绿化空间。医疗主街与各景观空间紧密结合，形成中央生态景观轴，使患者在就诊中体验不遗景意的园林空间。景观空间内外融合，收放有致，将自然与建筑相互渗透融合，营造一个人、建筑、自然和谐共生的医疗环境，满足患者与医者在身心健康及社会交往方面的诉求。园苑而生，闻香而至。本设计传承岭南园林的精髓，柔化了建筑的界限，使人与自然完美融合，充分展现出绿色生态、智慧科技、人文自然的精髓。通过精心的设计，必将成为建筑艺术、医疗工艺和现代技术完美结合的精品。